我刚才看到你们的示范真的是很有模有样的，很精彩的。然后你们过来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准已经有了很多的准备，然后参加这次的活动？我们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月。对，我们准备好几个月，所以因为我们对于大澳这个龙舟精英赛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，所以我们这个中华台北办事处跟这个中华航空公司，我们这一队呢，我们非常这个重视这次的比赛，所以我们一直在都有练习。你看，包括我们的衣服都有精心设计。对对对，我看到你们衣服都很漂亮。台北办事处，中华龙舟队，哎，我们中华跟中华航空公司，我们两个单位对一起办这样，然后经过你们这么长时间的训练跟参加这次比赛，非常感谢你们能来香港来参加这次比赛。你们有信心赢吗？一定会赢的。好，预祝你们勇夺冠军。谢谢你们。谢谢。